吃瓜族们，听说有个消息要让你们欢呼雀跃了。近日，咱们的大明星肖战再次震撼了娱乐圈，刷新了一个又一个的记录。没错，就是这位备受瞩目的肖战。而这次，他的目标直指了《人物》杂志，一个备受尊敬的行业权威。你可曾想到，他不仅夺得了杂志的封面，更是创造了历史，成为了全品类全明星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全品类全明星。这个消息简直让人惊叹不已，不由得感叹肖战的势头愈发不可阻挡。说起肖战这个名字，可谓家喻户晓，他的出现就像一股清流，一路风生水起，引领着娱乐圈的潮流。那些熠熠生辉的奖杯和辉煌的成就，足以证明他的实力和影响力，是他就像是一座高山，矗立在娱乐圈的中心，让所有人都为之侧目。而这次他再次站在聚光灯下，掀起了一阵阵轰动。人物杂志的官宣让人瞠目结舌，再度刷新记录，再次证明了他的不凡。肖战的成功绝非偶然，他的每一步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他的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不仅让人叹为观止，更是让人信服。他的演技、颜值、人品无一不是娱乐圈的典范，他的坚持和努力是他跻身巅峰的不竭动力。正如一句老话所说，天道酬勤，肖战用自己的实力向世人证明了这句话的真谛。回顾肖战的过往，我们不禁感叹他的成长与进步。他从一个普通的青年演员逐渐崭露头角，成为了娱乐圈的宠儿。他的每一次出现都像一场视觉盛宴，让人目不转睛。他的精彩演绎让人仿佛置身于故事之中，感受到了情感的冲击。他的笑容如阳光般温暖，让人心生暖意。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展现着他与众不同的魅力。是的，肖战的成功并非终点，而是一个新的起点。未来他将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，为粉丝们带来更多的喜悦和感动。他的每一次突破都是对自己不懈努力的最好回报，让我们一起期待着肖战未来更加耀眼的表现，为他喝彩加油吧。吃瓜族们，一路向前，与肖战共同前行。